现实难题，柴米油盐酱醋，还有八百六的忙里。他想抽烟是中华气，买房子想在江北区，他不想每天坐车要挤，他想以后能开部加滴滴，想穿酷奇还有 super 米。可惜他爹地不是驾乘的，所以该玩黑拼，在半夜伴奏一遍一遍听，才开始叽叽咕咕，别个说他想再练金，他不伤心，潜心慢慢找原因，直到有天有人对他说，哇，你的歌好好听。住到石洞里是一个，我不来了不来了，还是黑姐姐玩喽，昨天才喝的，还打了牌的。